澜沧江是世界上第十条最长的河，抚育着7000万人口。它源自扎曲，这个县是根据澜沧江的别名西藏石头河而命名的。一片有坡度的平原中竖立着风马旗，那里就是扎西奇瓦泉，澜沧江神圣的源头之一。当地的一位游牧民称自己是水源的守护者，并将我们带到此地。在这里，我们自青藏高原踏上了顺流而下的澜沧江沿岸之旅。那三年说的这个呢，那他马来说说通透了嘛？啊，对。哦，等一等，吃拉面，三年他人上前着去，第一个去的这个呢，马来说说他的引导这个呢，这个呢通透了嘛？他那第三年的他不干净，就说进马年不这个呢，啥钱不晓得多的。旅行了1500公里，途经中国最偏僻的省市青海，登了近3000米的海拔，我们才到达这里。这里的许多山峦高达5公里。青藏高原有第三级的别称，它囤积的淡水量在世界名列第三，是从中国到巴基斯坦的亚洲主要河流系统的源头。青海省抚育着中国三大河流澜沧江、长江与黄河，是藏族游牧民的家园。康巴游牧部落已经在澜沧江上游的草原上放牧了几千年。咱这些吧，也喜欢了。咱们这呢，搞个他这些吧，也有这点的吃的了。他全国跑扔掉，那扔掉，等你吃了，穷就没掉。等你养我了，咋去到马上的，跟我了到黄埔的。等你这咋去了，你这么走了。一直到近几年前，偏僻的高原将澜沧的水源隐蔽起来。澜沧江的水源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。中国科学院目前将两条冰河同时标为澜沧江上游的水源。他等那阵做工呢，他的这家全部他等那养的了，这个做工工这些定下来的。等你到趁这阵做工呢，趁澜沧等那通车的。等你养了做工呢，他到等那做工下去了，他大了起工呢，趁澜的是做工呢，接触人家种的工呢。等你打打汽车的，等你打打打，全国的工厂上，等哪能做工？打汽车多少了嘛？等你用工厂做过的，工厂他就接触这做过的人，这是。当地人告诉我们，附近的小山曾经常被冰雪覆盖，但近几年以来，冰雪渐渐融化了。游牧民们习惯了世界各地科学家的拜访，目的是收集有关雪山融化的数据。气候学家们估计，近50年以来，82%的高原冰雪都已经融化。这些河流分支的命运跟下流几百万人口息息相关。离开扎西奇瓦泉时，我们越过了一条小河，在未来的某天，这条小河会成为波涛汹涌的河流。